还是要关冷气，因为天气炎热，皮肤出油出汗，但是进了冷气房之后又变得又干又痒，其实都是因为没有做好保湿，特别是敏感肌更是烦恼。 美肌之选，自信有肤。今天我们有皮肤专家庄庆纯来跟大家分享如何为肌肤保湿。欢迎，大家好，我是庄庆纯。刚才宝仪说的没错，这一点大家要注意。如果你的皮肤干燥，会让皮肤受损和角质层化合物的流失。除了要多喝水来补充水分之外，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外在的防护和保养，来避免表皮水分蒸发。 那我想请问了，玻尿酸Provitamin B5还有积雪草，是不是可以让皮肤看起来更保湿、更有光泽呢？刚才提到的那三个成分确实对皮肤的护理有一定的功效。那么玻尿酸主要就是补充和锁住细胞内的水分。 Provitamin B5 具有保湿和锁水的功效。至于积雪草，这是一种药草，主要就是舒缓和镇静肌肤，所以适合皮肤比较敏感的人。谢谢皮肤专家庄庆纯的分享。是的，这里要推荐大家一起来种草了。这款 Vaseline Pro Derma Moisturizing Lotion 美肌之选，自信有肤。那刚才提到的三种成分，它都有哦。 而且它还含有 Proceramide 技术，可以帮助肌肤修复和获得滋养，有效地增强皮肤的屏障功能，促进皮肤产生神经酰胺，防止水分过度流失。经敏感测试，敏感肌的救星啊！四倍锁水滋润，而且经临床经验，56小时持久保湿，还不赶快到 Watson 去采购！